Hello， 又是我。今天我要开箱了，猜猜都不是车吧？因为太多车已经买完了，剩了一些车是买不到，所以现在是想办法把所有的车 display 到最好的 rack。这个呢是我从 Shopee 找到一个 seller， 他是专门做这个 hot view 或者是 car 的 display rack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开箱，看里面的 rack 是什么 design。和适不适合放我的车，放了过后美不美，我们来一一解剖。Thank you.